任何影响。我觉得泰国是个很美丽的地方，没有，该怎么样那个来玩还是一样的来玩，没有任何影响的，也没有。泰国的旅游我觉得做得非常棒，然后那个我还会再来，再带朋友来的。尽量那个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，为泰国有这么好一位国王感到骄傲。